这一次七月二十三日，然后是三三六版本，他们正式开放了他们的第四个五转技能，但事实是，他这个第四个五转技能其实已经经历了四次的调整，他们从六月十八日这个测试服一零三版本。 正是开放之后，他们在他对应的政府版本，也就是三三五版本，进行了进行了不公开，但是它其实是在他们的文件里面的。 然后，在七月九日，他们的第二个测试服版本一零四进行了第二次调整，这时候的调整就规模有点大了。然后又过了一周，因为他这个测试服是两周的时间，他们在一零五版本。 又进行了一次调整，然后一直到今天为止，他们经过四次调整，正式开放了这第三、第四个五转技能。那首先来看英雄的这个换件啊。 他最开始的设定就是七百 MP 十二次砍击，每次会造成四次两百五的伤害，然后这个在此之后会有五次的爆炸，他们会造成五次四百的伤害，然后呢？ 在三三五版本并没有做出调整，然后在一零四的时候，它的爆炸伤害就提升到了五百，同时还修复了这个技能效果对其他玩家不可见的一个 bug，然后在之后的一周之后，它修复了。 一个功能，它是给它一个功能，它可以在空中使用。然后在现在的话，这个是最终的最终的结果。但是你要看的话是这样子看，还要跟上一次比较。可以看的话，它是。 延迟降低了，然后是很，横这个圣骑士，圣骑士它原定是五百 MP，然后对一名敌人造成一次两千的伤害，这个伤害还带上了百分之五十的暴击，然后可以一次。 攻击，呃，一次攻跟踪四个敌人，优先，呃，包括这个第一次攻击的那个敌人，然后你去跟踪之后，他会激活一个冲击波，然后对六名敌人造成七次八百伤害。 然后他会有一个准备那个锤子的时间，然后我们来看一零四，一零四它是把这个伤害降低，但是攻击次数增加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它的乘的结果其实是更多了，你从两千变成三千六，然后锤子的准备时间从二十秒降为十八秒。 施展延时降低，冲击波的伤害降低，但是攻击次数增加，然后还调整了范围。然后他也说了，你在死亡的时候，锤子就不不会再不会消失。然后锤子回归的效果也调整了。 然后还修复了一个 bug，然后之后的一周，他现在他之他之后的一周新增了一个功能，然后说攻击了，在施展技能之后，命中第一个敌人消失之后，他还会去攻击去攻击附近的敌人。 然后这是他最终的定案，但是，然后他是这样的，你可以看到他这个伤害还是增加了，这个、敌人数量没没变，然后这是次数，次数是五六次。 那么其他的话，这个就是准备的时间，它之前是十八秒，现在变成十五秒。然后是黑骑士，黑骑士它是一个灵气的技能，它会消耗一千 NP，然后四十五秒内。 它会对六名敌人造成七次九百伤害，恢复百分之五 MP HP HP，然后最多是每次攻击恢复三次，然后神圣之火还有那个防御之墙，两个都会有一定的效果，然后这是它之后七月九日的版本，它会。 告诉你，它有一个功能，你可以直接再按一次取消它，然后还新增了一个最终一击的爆炸，它会对八名敌人造成十次一千伤害，这个爆炸会额外激活一额外激活一次，只要你有三。 点生命力，就是你吸收的时候有生命力，然后它会在激活的时候，如果你在吸收 HP 的时候，HP 是满的话，它会生成一个保护膜，相当于所吸收的百分之七十五的 HP，然后伤害降低了，但是攻 对，攻击次数也降低了，然后就修复了一个 bug。之后的一周，也就是第二个测试服，他说你可以直接结束这个技能，不需要施展动作。 这个是神枪降临，你在施展神枪降临的时候，没有不需要动作，直接结束。然后这是它最终的版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它攻这个、新的效果。然后看一下。 哎哎哎，好，这里，它这里提及到了这一个，它相当于二十五的这个 HP 变成了三十的 HP。 百分之三十的 HP，这个伤害还增加了，八百二十五变成八百八十。然后这是最终一击，它是一千一百十次变成一千四百十三次。 然后是火毒，火毒它是一个，它连环的一个放毒的一个技能，它消耗一千 MP，然后对先对一名敌人造成六次六百伤害，然后在二十秒内去。 去感染其他的敌人这样子，然后每隔几秒对附近两名敌人造成六次三百五伤害，它这个毒可以叠加五次，这爆炸的伤害会每次叠加的时候增加百分之五十趴，然后爆炸最多可以激活二十次，就如果你爆炸。 次数用完了，然后所有受感染的这个毒就会消失了，然后会额外激活一次爆炸。然后后来七月九日的版本，它把这个攻击次数从六次变成四次，爆炸的伤害从三百五变成三百，然后冷却时间从四十五秒变成三十秒。 然后他说爆炸可以对单独一名敌人激活九次，然后爆炸的总数从二十次变成了二十二次。然后看一下七月十八日的版本就没有提及到火毒的改版，然后这是他最终的版本。 来看一下它的对比效果。p o i s n Chain，这里可以看到，这有个五十五的伤害变成了六十。 也就是它叠加五次时候，啊不，这个是爆炸的伤害，每叠加一次，现在是百分之五十五。 你看这五十五十五，然后这里没有提及，这这也没有，但它这个效果是百分之六十。这是冰雷的，就别的 thunder，它是消耗七百五十 MP，它会它有一个球体，激活一次。 震击，然后每个敌每个几秒对所触碰的敌人造成五次四百伤害，然后震击二十五次，冷却六十秒。他在后来七月九日的版本新增了一个功能，它就是这个球体。 他去震击敌人的时候会释放一道电流去攻击附近两名敌人，然后造成四次四百伤害，冷却时间，他会每他是按每剩余的震击次数，然后每剩余一次就降低一点一点八秒，然后伤害。 增加了一百，然后整体效果调整了，还修复了一些 bug。后来七月十八日的版本只是修复了 bug，然后看一下这一次它的调整。 好，找到，这七百五变成了一千是 M P，然后这里有一个五百五的伤害变成了六百六十，次数没有变，然后新增了这一个功能，新增了一个功能。 他说每每震击五次，它这个双动的叠加次数会降低，这是它新的功能。然后这里还有这里有一个六十秒的时间，就变成了七十五秒，也就是冷却时间变成七十五秒。 然后就是球体消失的时候，冷却时间每剩余每它是根据每剩余震击的次数降低二点二秒，它是从一点八秒变成二点二秒。然后这是冰雷了，主教它是一个惩戒技能，它有点类似于那个御剑骑士的剑狱。 他就是释放一个，释放一个技能，他去他消耗四十 MP，然后会消耗每秒消耗一个神圣光芒，然后对六名敌人造成四次三百伤害，然后。 如果是和如果是在复仇天使的时候使用，它的攻击次数会增加四次，然后每七点五秒准备一个神圣光芒，然后最多是叠加八次，冷却一点五。后来七月九日的版本。 他就把攻击次数增加到了五次，在复仇天使过程当中使用的话，他这个攻击次数原本是加四次，变成了加五次，也就增加了一次。然后这个神圣光芒准备的时间从七点八七点五秒变成八点五秒，然后准备的神圣光芒会在。 你死亡的时候也不会消失，然后修复一些 bug，然后在七月十啊七、哦、月十六，七月十六日的版本，他说可以直接结束和平使者，他在使用这个技能过程当中，可以手动取消和平使者。 然后是看一下这一次的版本，神刃光芒。 主将应该是没有调整了，主教没有受到调整，然后这是他最终的版本。嗯对，五次。 八点五秒，退了八次，然后冷却一点五秒。再来看神射手，他是四十五秒会准备一个幻影，最多准备两个，然后他会。 它这个幻影会在你要么受到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伤害，或者是你受到伤害会使你死亡，这个分身就会消失，然后伤害会降低百分之六十五，然后如果还如果至少有一个幻影在激活的时候，这个幻影就会发射。 五发剑士会造成三次七百五伤害，消耗八十 NP，重新激活时间是六点五秒，冷却时间一点五秒。之后的七月九日的版本，七月九日的版本，他说在增益窗口会显示分身的数量，然后分身的剑士伤害从七百五。 变成八百，重新激活的冷却时间从六点五秒变成七点五秒，然后修复了一个 bug。在七月十六日的版本当中，它是修复了部分攻击的伤害不会降低的一个 bug。最终，这是它的这个版本，来看一下它这个怎么改。 这里他可以看到他加了一段稍微长了一点的介绍，就是他这里第二段文字稍微长一点，然后这是他这里有一个七十变成了九十，七十的变成了九十。 这个就是，如果你受了致命一击的时候，它那个伤害减少量从七十变成了九十，其他应该没有变吧。然后是剑神，剑神是个可重复的弹药桶，它会消耗七百五 MP，在六十秒内获得十个弹药桶。 然后再它有一个附加效果是全弹射击，它会消耗一百 MP，消耗一个弹药桶发射四发箭矢，造成九次六百的伤害，这个伤害还会附上百分之二十五的无视防防御力，还有。 百分之一百的暴击，冷却时间一百八十，然后看七月九日的调整，它这个弹药桶数量从十个变成了六个，冷却时间从一百八变成一一百二十秒，在全弹射击的时候，这个 NP 消耗量从一百变成了一百五十 NP，全弹射击的伤害。 从六百变成五百，在使用全弹射击的时候，它会在四发箭矢全部发射的时候，会储，继续充能这个，去给这个箭矢充能，然后修复了一些棒。在七月十六日的时候，它。 给这个弹药桶的数量增加了一个，然后来看它这一次的调整。好，这里这个、弹药桶数量依然是七个。 然后一百五，M P 一百五，会消耗一个弹药桶，然后伤害从五百五变成了六百六，攻击次数没有变，然后无视防御还有暴击率都没有变，它就是增加了伤害，然后是古迹猎人，古迹猎人。 它一共有三个效果，它会消耗三百五十的遗迹值，然后噬魂，它是在二十二秒里面发射二十发射一这个剑士，然后连续造成百分之九百的伤害，然后星爆的效果是在十秒内发射爆炸箭。 然后这个会有四次爆炸，它会对十对十名敌人造成八次一千零五十的伤害。它最多可以发射四发箭矢，然后转移的效果是三十秒内，它会安置三个遗迹这个遗物。 然后对六名敌人造成五五次八百的伤害，这每而且有一个时间间隔，冷却时间是一百二十秒。然后在七月九日的版本，它修复了一些 bug，就是它有一个它有一些被动效果应用不上，它这个效应用不上这个技能。 然后他说，转移强化的那个效果没有激活暴击，然后转移强化的，他会输出一条信息，然后还说这个增益冷藏器，只是视觉上，有视觉上生效。 然后在七月十六日的时候没有提及到国际猎人的调整，然后是这一次这一次的调整，看一下应该有很多调整这一次，这也是转移的效果，转移的效果它是时间。 变成了四十秒，然后是伤害从一百四，呃，从八百变成一百四一千四，啊，这是他那个总的说明的技能，总说明的这个技能，这个是 discharge 释魂。 噬魂的伤害是九百变成一千一百，然后爆破的爆破是一千一百五十五变成一千三百七十五，次数没有变，然后是转移变，这个、时间变成四十秒，这个伤害提升了。 然后是隐士，隐士它是一个投掷投掷爆炸的一个技能，它会投掷一个爆炸符，这爆炸符命中敌人的时候就会产生爆炸，它会对六名敌人造成五次九百五的伤害，它有主动效果，还有被动效果。 被动效果是你会在你你会准备，并且激活一个爆炸符，间隔是十秒，然后主动效果和被动效果无法同时激活，然后主动效果是消耗一千 MP，在六十秒内获得四十个爆炸符，每每次会。 消耗最低两个，最多是四个爆炸符，冷却时间一百二十秒。也就是说，它消耗的消耗的爆炸符是随机的。在七月九日的版本当中，他说，如果你的攻击技能命中， 死亡的敌人，然后寻找敌人的寻找激活爆炸的那个范围就增加了，还修复了这个飞镖不应用到这个技能的一个 bug，然后在七月十六日的版本，它是主动效果的爆炸符数量。 从四十个变成四十二个，然后修复了被动效果的准备提示的只是 buff 就没有信息的一个 buff，然后这是今天它最终的版本，然后这是它的最终版本，它是跟。 七月十六日去比较的，这也可以看到，它的爆炸符从四十二个变成七四十七个，它的伤害是没有变的。 然后是侠盗，侠盗是一个恶魔编队，它相当于一个瞬移攻击，啊，消耗一千两百 NP，这个编队会出现十一次，造成一千伤害，然后对六名敌人攻击六次。 在此之后有一个 boss 就会出现，这个 boss 它的附属技能，这个 boss 会对八名敌人攻击十二次，每次这个伤害是一千四百，它有四次砍击，冷却时间是九十秒，它在七月九日的版本。 当中，它的伤害从一千降低到七百五，攻击次数从六次增加至八次，BOSS 的伤害从一千四百降低到一千二百，然后攻击次数从十二次增加至十四次，然后修复了这个影子编队，影子的分身不会。 会应用到这个技能的一个 bug，然后七月十六日的版本，它这个编队的分身数量啊，从十一变成十二个伤害，从七百五变成了八百，boss 的伤害从一千二百增加至一千二百五十。 boss 的攻击次数从十四次增加至十五次，然后看一下今天的调整，它是八百八十的伤害变成九百三十五的伤害，然后 boss 这边没有变，没有变。 它就是调整了伤害，然后是暗影双刀的技能，它会消耗七百五十 MP，冷却时间十六秒。就所有的这个 h a u n t i H 的攻击，我们叫闹鬼边缘。这个闹鬼边缘的攻击有额外百分之三十的无视防御力。 然后他有两个技能，这个修罗，修罗的技能，他是对八名敌人造成六次七百的伤害，生成六把剑气，然后造成三次七百五的伤害，如果这个剑气。 只攻击了一名敌人，然后他的最终伤害会降低百分之五十。然后是罗莎，他有个罗莎技能，他会发动五次砍击，对最多两名敌人造成四次五百伤害。然后看一下七月九日的。 这个改版，他说这个技能已经调整为自动激活，只要你只要你使用幽灵一击，或者是那个那个什么门阵的那个技能，Blayfairy 的暴怒刀阵那个技能。 还有还有幽灵夜机，使用的时候它会自动激活，然后那个什么隐形剑就不会应用到这个技能了，就修罗的伤害从七百变成五十五就降低了，然后罗莎的伤害从五百变成了四百，冷却时间从十六秒变成十四秒。 再看一下七月十六日的调整，七月十六日是没有提及到暗影双刀的，也就没有调整。然后是七月十三今天的版本。 技能在哪？没有吗？反正他这里有一个奔腾之刃，他说这里多了一个奔腾之刃的东西，你可以。 应该是没有调整了，暗影双刀在最终的这次改版当中是没有调整，然后还可以看一下他那个有一个四转技能嘛，啊不，这不是五转技能的调整，反正暴力蒙天使也是有这些、个、非五转的调整。 好吧，接下来看冲锋队长啊啊，等一下，冲锋队长，对对对，冲锋队长他是原本消耗一千二 MP，会消耗一千七百五十能量，他在搜搜集能量的时候会对八名敌人造成六次八百的伤害，它是有间隔的，然后。 它这个重击生成的时候，也就它有个最后一击的，它会对十五名敌人造成十10次一千的伤害。它这是有个十四次的冲击波，它每次发动发动这么高的伤害，然后冷却时间是九十秒。 他在七月九日的版本当中，把伤害给提升到了八百五十，冲击波的伤害从一千变成了一千零五十，能量搜集的时间调整了，然后还修复了一个 bug，然后七月十六日的版本当中没有提及到冲锋队长，也是没有调整，最后来看。 七二十三日调整，也就今天的调整。咦？好像他们没有提及到这个问题。 但是他自己有一些非五转的一些技能，那比如说这个是四转的技能 <noise> n m g 哦，哦，吹带吹带是最大，它就多了一个吹一带的，吹的就是最大，它只是修复文本的问题，这里还是有。那冲锋队长应该是没有调整了吧？就除了有些。 这技能说明的一些格式的一些微调而已，就比如说你这个攻击敌人是多少名，它给你说明是最大，也就是攻击的最多的次名的敌人数量。 然后是船长死亡扳机，它消耗七百五十 MP，它会发射七发子弹，这个子弹会造成会对七名敌人造成十一次一千一百五十的伤害，冷却时间四十五秒。然后它在七月九日的版本当中，它那个。 结束的延时调整，然后修复了一个 bug。它在七月十六日的时候没有调整，然后是看今天的。 七月十六日没有调整啊，不，七月二十三没有调整，没有调整，也就是，也就改了这，改了这次。火炮手，火炮手它有两个效果，他先，他先是发射那个炮，他有那个贝壳的。 消耗一千 MP，发射最低十六，最多是二十个贝壳，然后对八名敌人造成三次一千零五十的伤害。如果你没有命中敌人，它会掉一个补给箱，这个箱子会保留三十秒，使用的时候会恢复最大 HP 的百分之六。 然后获得一个三十秒的增益，会增加十七的伤害。然后在一个地图上，同时可以存在两个箱子，冷却时间六十秒。它在七月九日的版本当中，它贝壳的总数变成了固定二十二，也就不是随机了。伤害变成了一千二。 增加了一千零，从一千零五十变成一一千二，增加一百五十，然后剩余的贝壳激活，这个数，它这个贝壳的这个次数会显示在增益窗口当中，然后它这个补给箱再也不能再。 传送门附近生成，然后贝壳的效果调整了，然后他还说了，如果补给箱出现在消失的平台，那么补给箱同时会消失。那有一些平台确实会消失，对，就比如说你前之塔四十二层，有些平台确实会消失，然后。 收费的一个吧。七月十六日，他把贝壳的数量从二十二个变成二十五个。然后他说，如果你命中了范围内最大 HP 最高的那个 BOSS 怪物，那他下一次攻击到相同敌人的。 概率增加，然后看一下这一次他这个调整是这个，他就只有那个附加附加技能，那个没有说明的附加技能。 八十二十个贝壳，这今天的调整，他的意思是，他的意思就是二十五个变成了二十个，啊对哦，我记得他那个箱子的时间降低过的。 箱子时间从三十秒变成了二十秒，然后恢复十七 mhp，十七六变成十七，获得二十秒增益，原本是三十秒的增益，增加伤害二十七，从十七变成二十七，然后箱子数量两个。 没有变。下面是米哈尔的勇气之光，消耗一千 P，在三十秒内增加伤害二十二，然后每个几秒生成一个光之剑，会对五名敌人造成六次九百五的伤害。有一个组队的效果，会包括你自己生成一个保护膜。 相当于他们最大 HP 的百分之二百二十，然后这个保温膜会持续十秒，然后这个膜的数量，它叫修 Amount，不是这个膜的数量，是它保护的那个 Damage 数量，它应该叫 The Amount of s h i e l d Damage。 准确讲是这个，the amount of shielded damage，它会每一秒降低百分之九，它这个膜的数量，它膜的这个保护的伤害原本是二百二嘛，然后你每一秒降低百分之九，而且还持续十秒，也就是说你最后一秒的时候。 你已经降低了百分之九十，降低了百分之九十，相当于你在那一刻你能保护的时候只有一百三十。米尔，米尔他在七月九日的时候，他新增了一个功能，他说光之剑命中敌人的时候，他会施加这个勇气之光的一个简易，最多可以叠加六次。 激活一次额外的攻击，这个是对对那个对敌人造成两次三百五的伤害，它只有在攻击的时候发动。简易最多最多对十五名敌人同时生效，然后你可以直接取消这个技能，再用只只要你再用一次取消这个技能。 然后你这个技能结束或者是重新使用的时候，它会生成一个一束，生成一束光，会造成八次七百五的伤害。这个光束会根据勇气之光的简易数量而增加，然后光之剑的生成范围也调整了，还修复了一个 bug。 然后他在七月十六日的时候，他说你可以无需这个施展延时，就直接这结束这个技能。这他在施施展那个灵魂突刺，是不是？Soul Assault 灵魂突刺是,是那个二转的那个技能还是三转？ 还是一转的，反他就是那个降下四把剑的那个技能，然后修复一个棒。啊，这里在这里。 这个是他这一次最终的版本，他这个是六百零五的伤害变成了七百一十五，这个这是勇气之光的的说明，勇气之光它这个伤害没有变。 但是它次数增加了，从八次变成了十次。然后这里有个组队的效果，然后是魂骑士，魂骑士这是一个、呃，它是一个。 主动效果了，八十 M P，然后对十名敌人造成七千一百五十的伤害，重新激活时间是十五秒，它会降低这个冷却时间。有两种情况会降低冷却时间，要么是在日月轮转的时候。 切换姿态降低零点四五秒，然后要么是天人之舞的残影攻击敌人的时候会降低一秒，然后它这个效果，呃七月九日的调整是它增加了这呃这个伤害是从一千一百五十降低到一千，然后重新激活的冷却时间从十五秒变成了十二秒。 这个冷却的减少量也有所调整。这个在日月轮转、切换姿态的时候，它的冷却减少量从零点四五秒变成了零点三秒。冷却的这个天之舞的残影攻击的时候，它是从 一秒变成了三倍，就切换姿态的三倍，切换姿态的三倍，也就是这个切换姿态。然后你使用明和破的时候，会降低冷却时间。 它降低的量是切换姿态的四倍，一点二秒。攻击范围会在这个日什么月光洒落，还有旭日的过程会激活。呃，这个冷却，呃，这个、攻击范围会在日光、月光洒落和旭日。 激活的时候调整，它只它就是那两个效果激活的时候会那个范围会有所调整，然后改了，修复了一些 bug。这个是七月十六日的版本，它是把这个伤害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修复了一些 bug。 看一下这一次的调整，也要搬砍击。好，这它是一千一百五十五，变成了一千二百一十伤害。 他这里为什么写一千零五十？然后他这个冷却减少也没有变了，所以他只调整了伤害，是增加的。 岩术师他是熔源它消耗一千 MP，在四十五秒内生成一个熔源然后造成五次四百伤害，它会叠加叠加十二次，然后它这个熔源的攻击命中敌人的时候会。 获得一块鱼镜，这鱼镜可以收集最多三十个，然后这个熔岩的最终伤害会根据你这个鱼镜的数量增加百分之一，然后熔岩消失的时候，在四十五秒内，然后增加这个。 魔法攻击力，就每两每嗯每收集一个余件增加两点魔法攻击力。那么你最多是三十个嘛，最多是六十魔力。然后在七月九日的版本当中。 它个 MP 消耗量从一千 MP 变成两百五 MP，持续时间从四十五秒变成六十秒，攻击间隔有所调整，最大的这个余烬数量从三十个变成四十个，然后熔岩消失的时候，会会先给予。 基础的这个五点 M P，呃、啊、呃呃、啊啊，这个魔力会给 5, 基础五点，然后它那个叠加还是不会变的，也就是说你是五加四四十乘二，然后熔岩势头攻击的时候。 会消耗一百 NP，然后这个技能是无法激活那个，那个、是引燃吧？引燃或者是爆炸，然后修复了一个棒，呃棒，看七月十六日的调整是它的寻找范围调整，然后它的伤害从四百。 变成了三百五十，攻击次数从五次变成六次，也就差一段，还修复了一个 bug。那这裡有一个强化，强化的一个调整。 萨尔曼达啊，是这个吧？是这个。它这个伤害是从三百八十五变成三百三十，次数是六次变成了七次。啊，下面。 它这里会给基础五点魔力变成了基础十五点，然后你余烬那个数量，就每一个余烬给你两点魔力，也就是说你变成十五，但是你这个。 四十五个，可以有四十五个余件，那也就是十五加四十五乘二，非常多啊，我觉得。这个风铃使者，它在最早的时候还是蓝色的效果。 七百五十的 MP，然后生成一个窝球，然后它会往一个方向直线的移动，然后命中敌人的时候会对它只要攻击的时候，对每个几秒对十名敌人造成五次七百伤害，然后单个敌人的话最多可以。 受到攻击二十次，冷却是三十五秒。然后在七月九日的时候，把光效变成了绿色，然后球体的移动速度有所调整，应该是降低了，速度变慢了。这样子非常好，方便一个体积相对大一点。然后伤害从七百变成了。 八百攻击次数从五次变成六次，这个这个是风吧？它的一个激活率调整，激活速度，然后技能图标、技能效果调整，然后它在七月十六日的时候调整这个球体的攻击速度和攻击间隔。 嗯、我好像没看到风铃的调整，应该是没有调整了。然后夜行者，夜行者他是快速投掷，他消耗一千 MP，在三秒内持续投掷巨大的飞镖，会造成三次七百五伤害。投掷之后会投掷一个巨大的飞镖，作为 最终一击会对十名敌人造成十二次一千六的伤害。然后你在使用这个技能过程当中，重复按这个技能键的话，你会加长四点五八秒的这个投掷时间，冷却时间是九十秒。它在七月九日的版本当中。 他会应用一个其他技能的额外效果，也就是这个黑暗元素的技能命中敌人时候，他会激活这个其他技能的附加效果，伤害从七百五变成九百五。 投掷持续时间从三秒变成二点七秒，那么你延长这个投掷时间从四点八秒就变成了四秒。这个星星的那个大小，那个、飞镖的大小调整，然后调整一个棒。他在七月十六日的版本，他是把这个巨大飞镖的伤害从一千六百变成一千七百。 次数从十二次变成十三次，修复了一个 bug。 应该我没看到那个技能，应该是没有调整了，没有调整，它就这样子，<laughs> 它一开始是三秒，现在二点七秒，这个三次九百五变成三次七百五。 然后这个巨大飞镖是十名敌人十三次一千七，然后现在就是十名敌人十二，不对，对，他之前是十名敌人十名敌人十二次变成十三次伤害一一千六变成一千七，然后延长时间四点八变成四点变四四秒。 然后下面看奇袭者，其袭者他是一个雷枪，雷枪的一个技能，消耗一千 NP，在六十秒内获得十二把这个锁链。 如果是锁链的攻击，它是对六名敌人造成五四一七百伤害，然后它命中敌人的时候会激活三次雷击，它会对八名敌人造成八次七八百五的伤害。这最终的那个锁链是。 对十名敌人造成七次一,一千二的伤害，然后他命中敌人会生成一个巨大的雷击，会对十二名敌人造成十二次一千三百的伤害，冷却时间一百二十秒。他在七月九日的版本当中把伤害增加至七百五十。 攻击次数从六六次变成了四次，然后雷击的伤害从八百五变成了九百五十，攻击次数从八次变成四次，然后攻击敌人的数量从攻击敌人的数量从八名变成了三。 Decrease from eight to three。啊，它现个少了逗号，少了逗号。最终的那个锁链的，最终锁链的攻击敌人数量从十名变成七名，然后巨大雷击的伤害从一千三百变成了一千四百五十，攻击次数从六次变，呃，十二次变成六次。 然后攻击敌人的数量从十二次变成八次，雷击现在也会激活这个巨大那个雷枪那个锁链技能，然后修复了一些 bug。它在七月十六日的版本没有调整。 好，找到，这是他这个调整。他在这一次定案就是，他首先有个那个叫什么？锁链攻击，锁链攻击是一千零四十五变成一千一百的伤害。 然后是最终一击，最终一击是没有变。好，然后来看战神，他是一个暴雪的技能。 还会消耗一千二百 MP，然后对十二名敌人造成八次一千六百伤害，会束缚所有敌人十秒，所以它是个束缚技能。因为因为战神他之前都是魔喝的技能，要们装备魔合然后魔合磨魔的那个灰机。 对吧？然后来一个比昂德的最后一击，这个暴雪技能还算有点用，因为他给他一个束缚技能，然后在这个束缚期间，他会根据根据这个技能所造成的伤害。 增加最多百分之一百的持续时间，也就是说，理论上它的持续时间最多可以到二十秒。然后在攻击之后激活一个光环，它会在二十秒内施加这个恶狼的诅咒。 这个诅咒会对六名敌人有有用，然后那个饿狼的诅咒是十秒的持续时间，敌人受到攻击的话，它会生成冰块，这个冰块会对十二名敌人造成四次一千零五十的伤害，诅咒可以叠加六次，然后冰块生成的数量。 是每叠加一次会增加，会有所增加，就每叠加一次增加一块，也就是说，它这个诅咒会有六次，那你的冰块就会增加六次。然后来看七月九日的调整。 饿狼的诅咒现在可以通过你的攻击技能来激活。除了这个 Storm of Fear，这个是恐惧风暴。恐惧风暴是那个终端技能，四转的终端技能。你除了这个技能之外，其他技能都可以激活饿狼的诅咒。 包括包括那个瞄准瞄准那个技能也可以用，光环的应用范围有所调整，然后攻击敌人的数量从六名变成十名，诅咒的伤害从一千零五十变成八百五十，攻击的敌人数量从十二次变成十五次。你现在可以重新使用这技能来。 结束者光环，然后有一秒的等候时间，防止你意外取消，然后修复了一个 bug，然后风暴技能在七月十六日，它也是调整这个这个增益没有信息的一个 bug。 然后是，呃，这是定案的版本，定案的版本，它这里，好、啊，这里饿狼诅咒这一块儿，我、OK、看呢，就饿狼诅咒这一块，它是十秒内会对。 四十十五名敌人造成四次九百三十五的伤害，变成一千零四十五，一千零四十五，它增加了伤害，也就是他伤害增加，伤害对。 我怎么感觉《m a s s m a s s 这篇文章跟最终的定案版本有点不一样 e v a n 龙神，龙神这个技能，它就是那个魔力的那个魔力环那个技能衍生而来。它消耗一百二十 MP，在十二秒内对八名敌人造成四次三百五十九十五的。 伤害冷却时间是四点五秒，有一个被动效果，增加三十点魔法攻击力。然后他在七月九日的时候，他说他会在激活的时候，他这个技能就。 它不是自动消失了，而是这个它是每隔一秒就会降低攻击次数三次，MP 的消耗量从一百二十变成三百六十，持续时间从十二秒变成七秒，攻击间隔有所调整，伤害。 从三百九十五变成二百六十，攻击次数从四次变成六次，攻击敌人数量从八次变成六次，冷却时间从四点五秒变成三点七五秒。然后它会有，它本来是有一个指令的，但因为那个操作比较难一点，所以它变得更加的顺畅了。然后修复了一个 bug。 然后在七月十六日也是修复了修复了两个 bug，还主要是安置放这个技能一个位置还有这个方向错误的问题。然后看一下有没有，看一下它定案版本有没有调整。 定版版本应该是没有调整这个技能了，所以他这个前后对比就是 MP 增加了，持续时间降低了五秒，然后八名八名敌人四次三百九十五变成了六名敌人六次二百六，然后他说了魔力之环四。 使用的话，它这个攻击次数会在一秒内降低三次，冷却时间三点七五秒。这个被动没有变，然后是双弩精灵。双弩精灵，它这个技能，它是召唤它的皇家骑士，它这里消耗一千二百 MP。 他会在施展动作的那个期间是无无敌的，他只是那个前景效果的时候这个无敌，并不是说你在用这个技能是无敌。然后他在三十秒内，这个双目精灵的攻击。 命中敌人的时候会出现四个骑士，然后会造成四次六百五十的伤害。重新是出现的冷却时间是一点四秒，总冷却时间是一百五十秒。他在七月九日的版本调整了施展延时，然后说到如果范围内没有 BOSS 怪物，那么骑士会攻击其他的敌人。 修复了一些 bug，然后他在七月十六日的时候修复了你在施展这个技能的时候没法用一些技能的 bug，应该。 定案版本是没有提及到双弩精灵，所以它就是按测试服的版本来。然后来看幻影，幻影它就是瞬移的攻击，它消耗一千 m p 会移会在敌人之间来回移动，然后发动七次砍击，每次对。 八名敌人造成七次5五百五十的伤害，冷却时间三十秒。然后他在七月九日，他把那个使用使用呃攻击的那个指令调整为直接瞬移，变成直接瞬移。 然后你可以重新使用这个技能，然后降低冷却时间三点五秒。每剩余这个，你的这个剩余攻击的剩余次数，每一次就降低三点五秒冷却时间。 直接的瞬移，攻击的准备延时有所调整，然后伤害从五百五变成七百五十，攻击的敌人数量从八名变成十名，然后攻击效果也调整，然后修复了一些 bug，这也是修复一些 bug。 就是说你在，就是你在用的过程没法移动的棒，就是如果你在用的过程当中没法移瞬移，就无法获无法获得幻影的标记，幻影标记那个标记，然后还说了我。 无法瞬移到部分的怪物这样子啊，这这个，他这个给他多了一段文字，这里有一个伤害增加至八百八十。 那就只调了这个，然后有一段文字说明，隐月，隐月是一个按键技能，它每次攻击就消耗六十 MP，对十名敌人造成六次九百的伤害，而且它是按键的时候发动，最大按键时间是三点六秒。 然后案件结束的时候会会发动一个最终一击，这个、会对十名敌人造成十四至两千伤害。最终一击会召唤十五名火狐，这个火狐狸精灵，然后使用这个技能的时候会，你会减少受到的百分之五十伤害。 它是包括那个百分比类的攻击，然后攻击有百分之一百的概率召唤火狐狸、火狐精灵，然后冷却时间是九十秒。它在七月九日的版本当中调整了攻击间隔，伤害从九百变成八百。 攻击次数从六次变成五次，最大按键时间从三点六秒变变成二点七秒，最终一击的攻击次数从十四次变成十五次，然后修复了这个伤害减少量不应用到部分攻击的一个错误。在七月十六日的时候，按键时间再一次降低，变成二一点三秒。 这个最终一期的伤害从两千变成一千九百，最终一期现在可以激活三次，最终一期会在你受到异常状态效果的时候也可以激活，就比如说封印，然后你使用那 backstep。 就你好像一转还是二转，有一个后退的那个技能。你在使用，你在最终一击的时候使用了后退的那个技能，它的效果也会持续到结束，然后修复一些 bug。它在定案版本的时候，我看一下，看一下有没有先。 哎呦，他这一个好像不太明显，他看上去是没有调整的样子。 所以我估计是一些 bug 的修复了，如果是 bug 修复，在下面，中午。 诶、hey, 就在这里。它隐月所收复的就是隐月的火狐。在同就同时召唤了多个火狐的话，会有就有一些就不会重新生成了。还有就是精灵凝聚最大化照 这个生召唤了守护者精灵的时候，他只有隐约自己的攻击技能会掉落肝脏的一个棒。好，然后来看夜光法师，夜光法师，它是有。 被动还有主动的效果，被动效果是它这个攻击会发动四次，伤害一千，重新激活时间是八秒，然后可以获得每种元素可获得五点魔力，光明。 光明是生成两个区域，然后攻击最多三名敌人。黑暗是发射黑暗魔法子弹，然后最多攻击敌十名敌人。主动效果是消耗一千两百 MP，冷却时间一百八十秒。在二十秒内，你只有呃你。 自己的攻击技能攻击到敌人的时候，他会有生成十个魔法球，然后攻击，然后攻击那个一名敌人，他这个攻击是以百分之一百的暴击率，也就是你打的时候完全是暴击，然后这个所累积的这个。 魔法总数超过一的时候，就它这个伤害就每增加一点魔力伤害增加百分之五十冷却时间，啊、呃，重新使用的冷却时间是一秒。未平衡情况下，魔法球会造成八百七十五的伤害。未平衡情况下，魔法球会造成。 啊，平衡状态下魔法球造成九百伤害，然后主动效果的激活效果调整，然后它这一个七月九日的版本是可获得的魔法总数五个变成四个，被动效果的攻击范围调整了，被动效果的伤害从一千变成七百五十。 被动的黑暗效果的最大可攻击敌人数量从十名变啊，是是十名变成七名，然后被动效果的重新激活时间从八秒变成六秒，在七月十十六日的版本，主动效果的伤害从八百七十五变成九百二十五。 这是未平衡情况下，你看，第一稿的时候是八百七十五，然后平衡状态下九百变成九百五，然后激活效果再也无法在你改变地图的时候结束。 也就是你换地图也不会取消这个取消这个效果，然后你可以用增益冷藏器累积的魔力，在你死亡之后再也不会重置，也就是死亡之后还还还保留着你的魔力，然后修复一些 bug。然后看一下夜光效夜光这里。 月光，它是，啊，对，liberation of，这主要看最下边这一段，它是一千零二十，你未平衡的情况下是一千零二十。 他七月十六日变成九百二十，然后他怎么变成一千零二十？一千零二十变成一千一百三十，哦，三十级，要明白。啊、哦，他是三十级，难怪。他用三十级的预览来看这个。 就是你三十级的情况下，未平衡是一千零二十，现在变成了一千一百三十，然后在平衡状态下是一千零四十五，变成一千一百五十五，就这样子。然后是恶魔猎手，恶魔猎手它是消耗四十五。 精气，然后消耗五千 HP，它会在按键的时候持续对五名敌人造成六次六百五十伤害，最大按键时间四点二秒。如果你按住技能键，那么它就会变成无无敌，三秒时间内无敌。三秒我觉得可以做很多事情那比如说你会躲过路西德绿龙啊。 这样子，然后在这个同时，无敌的同时，还会持续对十二名敌人造成七次一千一百伤害，所有的攻击都会有百分之五十和百分之百分之五十的暴击，还有百分之三十的无视防御力。 他在七月九日的版本调整了攻击间隔，最大按键时间降低到三点九秒，修复了一些 bug。在七月十六日的版本当中，在无敌期间，他那个攻击伤害从一千一百变成一千一一百五十，攻击次数从七次变成八次。 然后看一下最终的版本。咦，这个吗？这个。好，它这个最终版本是这样子。 因为它是按三十级的来看，它的恶魔精气是消耗六十，从四十五变成六十 h b 是从五千降低到两千，然后它这个重新激活冷却时间是三点九秒变成三点六秒，然后这里有个伤害的调整，原本是一千六二百六十五。 变成一千四百三十，从八次降低到七次。然后是恶魔猎手，恶魔猎手它是一个非常强的无敌技能。什么东西？它消耗百分之五十的 MP，有三十秒的持续时间。 他超越技能命中敌人的时候，他会激活这个恶魔的刺儿，这个刺儿，然后他会攻对五名敌人攻击九次，然后伤害是百分之六百，他会有百分之三十的无视防御力，重新激活冷却时间四秒。 然后你受到致命一击的时候，就原本你那个攻击本来会把把你打死的那些技能，你并不会死，然后你会将那个所受到的伤害转化为你的愤怒，这个转化的量最多是你。 H P 的百分之一百，然后根据所储存的愤怒值，它那个血液的愤怒冷却时间会降低，每隔几秒所储存的愤怒会降低百分之六，然后在技能结束之后，它会释放这个愤怒值，它会分为十五次。 但这个伤害并不会把你击杀，冷却时间是三百秒、嗯。然后他在七月九日的时候，他说所有所受到的伤害将转化为愤怒，然后消耗的 HP 也会转化为愤怒值，最大的愤怒值。 他这个最大的愤怒值是从原本 H P 的百分之一百变成了两百，也就是你 H P 的两倍，然后所储存的愤怒减少量从百分之六变成百分之七，然后。 你原本要降低冷重新激活冷却时间的这个愤怒值已经调整了，然后技能结束的时候所受到伤害从原本原从原本是所储存的数量变成了。 这，在这里所所储存的愤怒基础上，再加上百分之二十五的 HP，也就是说，你的伤害会使你所受到伤害变多了，就不只是你所储存的那么多，还加上你那个百分之二十五。 然后你在这个技能的过程当中，会处于战斗状态。战斗状态一般会用在你一些动作判定，比如说你要切换频道，你要用一些东西，它会告诉你你你现在要躲避攻击，这个就是攻击状态。然后就是你攻击状态，你还会。 将你那个 UI 的透明度降低嘛，这个就是攻击状态，然后你会受到的是，然后他讲了两个时间会处于战斗状态，一个是使用这个技能过程当中，一个是将这个伤害转化为愤怒的过程当中。 这两种情况会变成战斗状态，然后修复一些棒。在七月十六日的时候，它修复了，你会储存大于这个愤怒值的最大值这个棒。然后看一下，看一下最终的版本，它是。 哦对，这它是将这个原本是愤怒值的百分之二十五，啊那个有 HP 的百分之二十五变成了 HP 的百分之五，再加上你愤怒的值，你那个消耗的 HP 的那个量降低了，然后它是分十五次变成了分二十五次。 然后是爆破手，他是残影的攻击，他在他有主动和被动，主动是消耗一千 P，在六十秒内，在使用这个技能的时候，攻命中敌人会生成 After Image，会生成残影，然后会对该敌人造成六次七百伤害。 残影可以激活最多四十次，然后重新激活的冷却时间是零点二七秒。g o n l e Revolver，一下子想不出是哪个技能。被动效果，然后在残影的震击啊，就这个技能的冷却时间当中。 他使用这 l 雷 revolver 攻击敌人的时候，会生成一个残影，会对附近五名敌人造成三七千伤害，而且他这个敌人是没有受到攻击的那些敌人。 然后主动效果和被动效果无法同时激活，冷却时间八秒，总冷却一百秒。然后他在七月九日时候调整了残影效果，然后可以重新使用这些技能，直接结束它。然后主动效果的持续时间从六十秒变成一一百二十秒，从这个。 残影激活的最大数量从四十个变成九十九个，这个重新激活冷却时间从零点二七秒变成零点3三三秒，冷却时间从一百秒变成二百四十秒，被动效果的冷重新激活冷却时间从八秒变成七秒，修复了这个这个、技能搭配灵气武器会。 导致客户端退出的一个 bug，修复了这个技能无法攻击敌人，呃，没有这个敌攻技能没有攻击到敌人的时候会还会发动的一个 bug，然后这个残影它在七月十六日的改版，它是将持续时间从一百二十秒变成一百八十秒。 哇，增加了三倍，三倍是冷持持续时间，被动效果的重新激活冷却时间从七秒变成六秒，被动效果的攻击敌人数量从五名变成六名，修复了这些堆东西。哎，找到。 它这里有个冷重新激活冷却时间从零点三三变成零点二秒，这里有一个伤害是八百一十五变成九百九十，然后它在被动效果当中也有调整，它这个攻击敌人的数量是啊不对，呃是攻击敌人的。 数量六名变成七名，对，攻击敌人的数量，然后看幻灵斗士深渊闪电，他会在这个技能施展期间无敌，只是施展还有结束期间会无敌。 然后六十秒内会生成两个通道，然后这通道会保留十秒，最多四个通道可以同时在地图上，然后会有一个黑色闪电，激活三次次，它会激活三道黑黑色的这个袭闪电袭击。 激活三次闪电袭击，对八名敌人造成四次六百五十的伤害，而且是百分之百暴击，有两有百分之二十的防无视防御力，冷却时间一百，冷却时间两百秒。然后深渊闪电在激活的时候，这个技能激活的时候，你那个瞬移。 会也会激活这个深渊闪电，而不是靠黑暗闪电。也就是瞬移，它不是激活它的副技能，而是直接激活它的主技能。这个黑暗闪电的伤害从六百五十变成七百，攻击次数从四次变成五次。 通道的持续时间从十秒变成十五秒，黑色闪电现在消耗七十五 MP，攻击范围就是你前后瞬移的时候，攻击范围有所调整，然后输出的效果会匹配真实的攻击范围，也就是说你所看到的效果就是攻击的效果。 攻击的范围，然后修复了这个 bug。它在七月十六日时候增加了伤害七百，700变成七百五。再看七月二十三日的调整，你看这个文字量稍微多了一点。 它这个持续时间六十秒变成三十五秒，就把它减下去然后就是攻这伤害一千八百二十五的伤害变成一千一百五的伤害，啊次数没有变。 它额外加了一个功能，它有一个额外的功能就是，它有一个额外的功能就是，你黑深渊闪电激活的时候，最终伤害会减少百分。 减少至百分之七十。然后来看“花暴弩游侠”。暴弩游侠，它是一个按键技能，它消耗一千 m p 最大按键时间是八点五秒。对。 面前的敌人对八名面前的敌人造成七次八百五十伤害，同时有百分之二十的无视防御力，冷却时间一百二十秒。然后他在七月九日时候，攻击间隔从八百五十增加至九百五十，攻击次数从七次降低到五四次。 然后它修复了，你在使用这个技能时候，还可以使用其他技能了吧？在七月十六日的时候，它最终一击的激活速度低于该技能的，它修复了这个吧。然后看一下有没有七二十三有没有改这个。 好像没有，好像没有啊，那应该就是没有调整，就是按测试服来的。歼兵，尖兵可能稍微复杂一点，因为它需要它有一个瞄准，然后瞄准还有时间，最终还有一个发射，发射它一个还有一些机制。 它是消耗一百五十 MP，在十七秒，这、就是最早的时候，十七秒，它会激活这个瞄准模式。它只是你按下技能的时候进入瞄准模式，还没有攻击。只有你发射光子的时候，它才是攻击。然后消耗三百五十 MP。 你发射的时候还要消耗这个 MP 的，它是分两个阶段，分两分两次消耗 MP，然后完成十次瞄准的时候还可以额额外准备十七次，完成十次射击还可以准备瞄准十十七次。 然后这个光子，这个光子炮会会造成六次六百的伤害，它每次发射有这么多的伤害，然后再乘上这个，最多是十七次。 这技能就是你按下技能键开始进入瞄瞄准模式，还没有射击。等你要选择去瞄准的时候，他会将你所瞄准的这个次数进行发射。你瞄准了次数，这次数转化为攻击，然后你十次。 变成了十七，最多就变十七次，你只有在发射十次的时候才可以达到十七次，这是它是额外的嘛，所以你加起来一共有二十七次，也二十七次瞄准，这是你最多的次数，然后它在七月九日的时候，它的调整是增加冷。 增加了瞄准模式的持续时间，伤害从六百增加至六百五十，这个伤害是你已经发射的伤害。诶然后攻击次数从六次降低到五次，这也是发射的那个次数。然后首次瞄准。 就你瞄准的第一个，你第一次瞄准的时候，它那个瞄准数量从十个变成十二个，这时候注意，它是分第一次跟第二次瞄准的，第一次最多是十个，是不是？你第一次瞄准一共十个。 接下来，他把它改成十二个，然后附加附加的瞄准次数是十七变成十八个，也就是说你完成了十二次瞄准，他会给你十八次，那十二加十八一共有三十次瞄准时间调整了，对，瞄准时间调整，瞄准时。 在攻击敌人的时候，瞄准时间也调整了。然后你瞄准的过程当中，改变了地图，瞄准模式会结束。在施展这技能之后，施展这技能之后，他会。 有，它会有一秒钟的冷却时间，就你发射有一秒的冷却，就你施展到你发射之间必须有一秒，然后你无需动作就能发射这个发射这个技能，是在你使用那个那个什么火箭炮那个。 mega smash，这超能光束炮那个，超能光束炮那个技能使用的过程当中，你无需动作，可以直接发射这个技能，然后修复了一些 bug，bug，然后它的这个调整。 七月十六日的调整就是你维持瞄准射击的范围调整了。如果你就你不动，但你在瞄准，它的范围增加了，修复了一些修复了一些 bug 了。 好，这里就是，这个就是坚冰的那个技能，它首先就是文本量增加，然后它的持续时间从二十五秒变成二十秒，这里有一个，首次是十二次变成十五次。 你首次瞄准是十二次，你瞄准完十二次，呃，他现在十二次变成十五次了。你首次瞄准十二次变成十二十五次，然后你瞄准完这十五次之后，他会给你十八次，现在变成十五次，那现在还是十五加十五三十次，总数没有变。 第一次还有还有第二次加起来一共三十次，然后它的伤害七百一十五变成七百七十，这是按三十级的标准看的，然后总的冷却四十五秒变成三十五。 然后是机械师，机械师他是消耗一千二百五十，会召唤这个麦，他召唤这么一个轰炸机，它持续时间是五十秒，它在第一次攻击的时候会会派出六架这个轰炸机。 它派出完之后，就会回归到载体。它这个轰炸机会发射这个炮弹的。Every further attack will have one additional aircraft。就每攻击的，每攻击一次，它会有一次。 它会额外再召唤一个这个轰炸机，就、这、那个 aircraft 载体，然后最多是十六架 aircraft，它是对这个目标造成三次五百五十的伤害，然后回归到这个载体，冷却时间两百秒。 他这技能有点像那个幻灵斗师的死神，然后七月九日的时候，他是修复了这些 bug，就比如说你不能使用机器人，你收不到机器人工厂那个效果，或者说你离得太远，他就不会跟你了，他不会直接跟上你，然后就是你会。 发射比这预定的数量还要更多的这个载体，那这个棒，然后就是七月十六日，他把这个持续时间从五十秒变成七十秒，首次的这个载体的数量从六架变成七架，就九架六架变成九架，然后这个载体的伤害从。 五百五十降低到四百五十，攻击次数从三次增加至四次，然后载体释放的间隔有所调整，这个持这个载体没法回归的话，它那个停滞时间也调整了，然后守明敌人，守明目标的敌人，在这个载体移动的时候。 消失的话，它现在会攻击另外附近的敌人，然后它修复了。如果说它修复了这个载体，会出现在平台背后的棒，然后修复了。有的时候它会移动两次的棒。再来看七2二十三的调整。 好，他这一次调整是调整了轰炸机轰炸机的伤害，四百九十五增加至五百五十，然后次数没有变，所以他只是调整了伤害，不过这是按照等级三十级来看的。 然后是狂龙战士，Dragon Blaze，它是消耗一千 MP 在二十秒内，然后这你的身体周围都是火，嗯，火焰盘踞在你周围，然后对八名敌人，就你附近八名敌人造成四次五百伤害。 然后它有两个效果，一个是火焰光环，火焰光环它是五秒的持续时间，它在爆炸的时候，它会它会在这两个地点，一个是这光环的地点，一个是狂龙战士所在的地点，生成一次爆炸。 对十名敌人造成四次七百五十的伤害，重新激活的冷却时间是 360,、啊、三百六十，啊三三点六秒，不好意思，三点六秒。这个火还有另外一个效果是火焰球，火焰球，火焰球是三次七百的伤害，它有六个球，一共六个球，重新。 静默冷却时间冷，曾经静默冷却时间十二次十二秒。七月九日的改版，它是将这个火焰光环的数量从四个增加至五个，然后修复了一些 bug。在七月十六日，七月十六日是没有调整狂龙战士。 因为这个七月十六日，他只改了三十四个职业，也就是有九个进，九个职业没有说没有调整。Dragon Blaze。 我好像没看到、啊。是、yeah. d r a g o n Blaze，有那个龙的 logo。啊，对，就是这个了。这个是。 哦，他、啊、第一段就改，这有六次，八名敌人五百五十四次变成这个六次，攻击次数增加了两次，然后这个火焰球的时候。 它的冷重新激活冷却时间从十二秒降低到十秒，这是它的调整。它调整的次数还有它的这个冷却。然后来看魔炼影视，它是武器多样化最的一个终极版本，它是消耗四百五十 MP，然后它在武器多样化的。 额外攻击命中敌人的是，他在这攻击的时候会，他这个额外攻击命中敌人四次就会激活激活这个技能，他会在敌人位置的附近激活这个技能，他会激活四次，四次攻击。 对五名敌人造成七次五百伤害，然后每十五点五秒再准备一次武器多样化终极，然后你最多可以准备三个，就准备三个武器多样化终极，然后他在七月九日时候。 准备时间从十五点五秒降低到十一秒。准备时间，准备时间呢？现在会会在这几个技能攻击敌人的时候降低两秒。<noise> Tough h u l e t a k e Down，Take Down 是猛袭，Crush。 然后另外一个技能就是 f e r r y 锁链术，这个狂怒也就是五转那个技能，锁链术狂怒这个技能它是降低一秒，其他这三个技能是降低两秒，而理论上理论上你那么用的话就。 理论上你是可以把它降低到九秒，要么十秒。准备的武器多样化终极，在你死亡的时候也不会消失。然后修复的武器多样化终极可以在乌鲁斯使用，因为乌鲁斯现在不准用无转技能。然后七月十六日的调整没有提及到。 没有提及到磨练影视，然后来看七二十三的最终版本，它是。 七二十三的调整没有提及到磨炼影视，所以应该就是按测试服来的。然后暴力盟天使它是三位一体的融合，它这技能是在三位一体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它会激活九九个龙的精华，它那个龙叫艾斯。 艾斯卡达，他会激活九个龙的精华，然后对八名敌人造成三次七百的伤害，然后在施展的过程当中，也会也会降低所受到的伤害百分之二十，包括百分比类的攻击，冷却时间是十三秒。 在七月九日的调整当中，三位一体的增益效果会应用到这个技能，就是敌人受到攻击的时候，三位一体的效果会应用到这个技能。然后他添加了一个三位一体的前置技能，他必须要在你三位一体达到三十级的时候才能够使用这个技能。 然后它修复了在未变身的情况下可以使用这个技能的 bug，在七月十六日的版本当中，它新增了可以在空中使用这个技能的 bug，然后它还修复了一些 bug，就是你在未变身的情况下骑宠，呃，骑乘骑宠。 使用这个技能，这个装扮会激活，就你本来骑宠的时候，你还变身，然后你会在你封印的时候可以使用这个技能了吧？然后看一下这一次的暴力蒙天使，这一次的三位一体，它其实是。 对之前的效果做出一些调整，他就是对那超级技能还有一些被动效果添加了这个说明。这个技能就是增加伤害的那个超级技能。 他现在对这个三位一体融合也可以使用了，然后这个是超技能里面增加防御力的那个无视防御力，他对三位一体也可以使用。然后这是三位一体他自己的技能，是四转的那个技能。他说这个三位一体融合的增，这个伤害增加百分之十。啊对。 还有应该有那个强化核心，应该也会有影响。然后我要看一下它这个 mass 怎么写。它的激活九个龙的精华，还有这一些调整，八名三次七百。 清明三次三百五十五，哦，我记得，我记得他那个有一个降了很大的一个调整，就看上去好像他那他那个技能真的是好像砍了一刀，但其实他其实是在为四转做一个铺垫。 应该有才对呀！哦，找到了，Trinity Fusion，它这个技能七百七变成了三百六，然后次数没变，这个这有个次数也没有变，这个叫什么？呃、啊，龙的。 龙的精华，这个龙的精华的片数没有变，然后他还给你增加了一个四十点敏捷，这个、被动效果，这你看上去好像给他降了降了好多，七百七降到了三百六，将近一半，但是他那边还是有有这个强化核心，强化核心他也是给你增加了。 它对三位一体融合这个技能也有效，这是按六十级来看啊。这也就是说，如果你把加上去三百六，再加上一百二，它就四百八，现在是四百八十。然后哪个技能还可以使用这上面二十级和四十级效果呢？ 然后它就是暴击，暴击率有百分之五，还可以给它增加这个防御率，防,防就怪物的防御率，防御力给你增加百分之二十。这个技能你再给它加上超级技能，你再给它加上超级技能，这有百分之二十的。 五十防御力，结果你就有百分之四十的百分五十防御力了。然后你这里还有一个百分之十的伤害，这里还可以加一个百分之二十的伤害。如果你想加就加，因为我很少给那些超级技能加那些加伤害的技能，我很少这样加。然后他这里还有百分之二十伤害，那你三百二。 六十再加上一百二十，再加上这个百分之二十，那就百分之五百。然后它这个技能还有百分之十，所以会达到五百一十，七百七十降低到五百一十，所以这个一个概念，它不只是你看到这个技能降了三百六，但其实你用其他技能可以稍微弥补你这个损失。 然后这神之子的武器，这阿尔法贝塔，它是分开两个技能。这拉兹利的技，拉兹利它是生成九九次剑击，然后它会造成四次五百的伤害。贝塔它是。 这个拉比拉比斯，他生成三把巨剑，会造成去激活两次震波，也就是一共有六次震波，他会对三名敌人造成六次五百伤害，冷却时间十八秒。啊，这个技能我真真的太好了！你现在最好的一个冷却，最好的那个技能也就是。 那什么，那个 V 三技能，像暗影闪瞬那个技能，冷却时间是六十秒，但是如果你把分开来用的话，你实际你实际需要等的时间就是两次技能它使用的时间差，再用六十秒减去时间差。 这个其实就是你实际的冷却时间，因为没有一个神之者会考虑只用一个人，只用阿尔法或者是贝塔来作为攻击的，对啊，而且那个暗影闪瞬还可以作为瞬移，然后他这一个七月九日的调整就是重新激活的冷却时间从十五秒变成十五秒。 这是巨大的福利，你看这原本的冷却本来就降低了，因为现在一个神之子普遍来讲，普遍来讲那些所有技能都需要冷却时间，然后你可以用一个四五转技能作为你的主攻，对于你。 就来回切换阿尔法、贝塔、嗯，我我一般是使用山崩地裂，然后还有那个暴风漩涡来回切换这样子。然后你如果换这个技能，你就可以作为他的主攻，因为你用了 V 三，基本上可能会考虑把就 V 三。 偶尔当一下主攻，这时候你会有一个很好的技能，你会频繁的使用这个技能作为你的主攻，虽然它有一十五秒冷却，然后贝塔的首次震击激,激活的时间调整然后攻击敌人的数量从三名增加至四名，然后有修复了一些 bug，你要知道现在。 神之子五转技能，它第一个技能是留取时间，它有二百四十秒。然后就是 V 二技能，它是一个联合攻击，联合攻击只能使用一次。如果你手滑不小心按了一次，但只能发动最后一击，对吧？结果你还要等一百二十秒。 四分钟，这两三分钟可能也等不起，但是你能等得起十五秒，对吧？可能你发动一下这个技能，我切换到阿尔法贝塔，使用暴风雪，我山崩地裂，然后飞跃，然后那什么技能，各种切换，你随便切几个技能，十五秒过去了，然后再用这个技能。 然后你就变成他的主攻了，对吧？然后你再用一下那个 V 三暗影闪瞬，然后这个七月十十六日的版本就是使用超越者伦纳的祈愿的时候，客户端会退出。然后我看一下有没有神之子 e g o Weapon。 啊，找到了！他这一次神之子是拆断了，你要这四月份那次也是拆断，这次也拆断。它是伤害是五百五十，降低到三百八十五，然后攻击次数是四次，从变成了六次。贝贝塔他是。 五百五十的伤害降低到三百八十五，然后是六次变成九次，就是就是拆断，神之子只是拆断而已。然后超能力者，超能力者他是消耗五点星魂点数，他会对一名敌人。 造成六次四百伤害，然后对这个敌人施加二十秒的这个简易，然后拉拽附近的敌人，每隔几秒就会拉拽六最多六名敌人，会造成八次百分之六百的伤害，会根据你所拉拽的这个敌人数量，这个攻击频率。 会增加至三倍，就最多攻击频率增加至三倍，然后攻击的最终伤害增加，增这最多增加百分之四十。如果附近没没有可以拉拽的这个敌人，那么他就不是拉拽敌人。 这时候，它就会发射这个物体，同时它把这个物体视为视为敌人的最大数量，然后在持续时间结束的时候，它会激活一次爆炸，它会对十名敌人造成十12二次一千两百的伤害。 冷却时间是六十秒，然后在七月九日的时候，它伤害增加至八百，爆炸的攻击次数从十二次增加至十五，十五次，然后拉拽的物体效果，还有还有简易的效果也都调整了。 然后修复了一一一大堆 bug 反正反正修复了也就也也就不影响现在的使用了吧，所以不看。实十六日它就是可以重新结束，可以重新使用这个技能，然后直接使这个减一或者重力球消失，也就取消这个技能。 这个是七月二十三日的版本，它是按三十节来看的，它这个持续时间从二十秒变为二十二秒，它这个伤害八百八十变为一千一百。 这是按，这是拉拽敌人时候的伤害是八百八十，次数还是八次，敌人依然是六次，然后其他应该没有变了，所以他就只增加了拉拽敌人时他那个伤害。 然后，御剑骑士，御剑骑士是消耗七百五十 MP，在十五秒内，然后你这个剑刃会围绕你的身体，会对亲民敌人造成两次四百五十的伤害，然后消失。这个这个叫苍空之剑。 苍空之剑消失的数量超过一把，那么它的攻击次数就会增加两次。就每消失，就每一每消失一把，它这个攻击次数增加两次，冷却时间九十秒。 然后它在七月九日的时候是 MP 消耗量从七百五十减少到五百 MP，伤害从四百五十增加至五百，持续时间从十四五秒降低到十四秒，调整了攻击范围，然后修复了可以这增益冷藏区可以使用的棒，然后这技能能够在绳索上使用的一个棒。 然后七月十六日没有调整，七月十六是没有调整遇见骑士的。然后这一次应该是没有调整吧，我应该没找到遇见骑士的那个对比图。 应该是没有遇见骑士的调整，如果有，应该是那些什么 bug 修复之类的东西，他修复了这个。如果阿黛尔受到这个昏迷啊，他在激活这个什么遇见。 收烧，还有那个生王之剑的时候，他如果受到了昏迷这样的异常状态，那他的这个伤害仍然会生效。就你昏迷，等你把剑，对，遇见收伤还有双王之剑依然生效这样子。 然后就是圣经使徒的水晶门，水晶门它是消耗五百 MP，在一百五十秒内你可以安装三个水晶门，然后安装两个之后就开始工作了，然后安置时间和有水晶门的持续时间是相同的，然后你使用一个水晶门的时候，你是。 无法使用任何的水晶门两秒，也就是你使用的有两秒的冷却时间，然后，然后有四点五秒的时间你无法再次使用，然后靠近水晶门的时候会获得一个增益，会。 增加你百分之三十的伤害，时间是十秒，冷却时间是一百八十秒。然后它在七月九日时候新增了一个功能，就是它在这个水晶门增益激活的时候，攻击会，它那攻击会激活五次爆炸，就是你在。 穿过这个水晶门的时候，会有五次爆炸，每一次会激活，每一次会对三名敌人造成百分之九百的伤害，重新激活冷却时间1一点五秒，然后持续时间从一百五十秒减少到一百四十五秒，水晶门的增益从百分之三十的伤害变成百。 变成五十五点魔法攻击力，增益持续时间从十秒变为二十秒。这个水晶门使用的上锁时间从四点五秒增加至五秒，修复了你有时候，有时候你会在无法使用的平台或者是地方上安置这个技能。 然后修复了这个效果会在地图里面的一些物体背后出现的一个 bug，也就是修复它有个图层问题，图层不正常。然后七月十六日，它是修复了在移动之后的短时间内无法使用其他技能的一个棒，也就是僵直。然后还修复了无法同时。 啊，有修复了，可以同时安装多个水晶门的一个 bug，然后看一下七月二十三日的最终版本，它这个文本量稍微大一点，它这个持续时间从一百五十秒增加至一百六十秒，就是按三十级来看的、啊。 然后水晶门它这一个它会得到一个增益啊，它增益时间是二十秒变成二十五秒，然后在魔力那个值没有变，然后爆炸效果也没有变，所以它就是就改了这个持续时间，还有这个增益的。 时间，然后隐魂一人，隐魂一人呢是在地面上生成这么一个东西，生成一个地面效果，然后它是消耗五百 HP，在在一定时间内激活十八次震击，会对十五名敌人造成五次两千的伤害。 然后使用幽灵侵蚀模式的那些力量攻击敌人时候，他这个攻击会激活零点八一秒的攻击会最更快，就你这个使用幽灵侵蚀的技能攻击敌人。 的时候，他个攻击会加快零点八一秒，但是只每个技能只能激活一次。然后这个改动会在七月九日应该有所调整，就是他这个攻击激活时间的冷却就减少量，就使用幽灵侵蚀的。 技能的时候，它在攻击激活减少量从零点八一秒降低到零点六秒，然后它这个每个技能可以应用一次这个限制移除了，也有这个东西，这括号就没有了。然后持续类的技能还有部分技能只会应用百分之三十的减少量。 也就是多少呢？乘个零点三，乘个零点三，就是零点一八秒。也就是说，有些技能只能应用零点一八秒，透明度会应用到这个通道，然后修复一些 bug。这个七月十六日，它是最大的。 攻击敌人数量从十五名变成十二名，然后修复了攻击会在你死死亡之后还会持续的一个 bug，然后来看七月二十三日的版本。 好像没啊，就这一个，他这一个，他对十二名敌人造成两千两百的伤害，增加至两千三百一十的伤害，这是按三十级来看的，然后次数没有变，所以它只是增加了伤害，然后它这一个冷却减少量没有变。 所以就是增加伤害，然后你二十五级的时候是两千一百，两千一百，它就是两千变成两千一百。最后是火影，火影是天界人天地人的一个技能，它有。 被动和激活就主动效果，你衔接属衔接属性的时候，这属性叫天地人属性，它会出现一个分身，它会对五名敌人造成六次六次九百的伤害，重新出现时间是九秒，然后。 组装效果是消耗一千两百五十 MP，在三十秒内被动的效果会激我三次，没有冷却时间，然后会有一两点五五秒的重新出现的这个冷却时间，也就是说你激我三次。 就开启两点五秒的冷却，被动效果激活三次，那它效果是什么？啊,啊，我知道，就是激活这个分身，它是主动来激激活被动。 然后它这个原本是有冷却嘛，如果你用主动，它就给你省了二十七秒的时间，然后这三十秒内就是召唤分身的，之后你会有二点五秒的冷却时间，那这时候你用完这一用完主动效果的时候，就你已经过了二十九点五秒了。 但如果说你是用被动的话，就是九秒一次，那么你当那你就三秒用、嗯，就三次喽。然后他是在七月九日，他在七月九日的时候，他说无论你什么时候。 你的攻击技能命中敌人的时候，分身都会出现，也就是不只是你用这个技能的时候会出现，而不是你衔接元素的时候，它也就是有些技能你也可以激活了。那现在天地人，然后有些技能不是天地人系列的吗？ 然后你激活这技能的时候，你的衔接元素达到了三阶段，所有的天地的人技能冷却时间都会重置。三阶段重置所有天地人冷却时间。现在现在他的那个技能就是，呃，天地人有些有些。 是要冷却时间的，不过不过你还需要那收集一些卷轴倒立啊，还有你要去激活另外一个值，要什么 scroll power，还有一个。 然后分身效果已经调整了，然后修复了敌人所攻击到的敌人死亡的时候分身不会出现，但是冷却仍然会生效的一个 bug。然后他在七月十六日的时候。 它这个伤害从八百七十五增加至一千一百五十，这个攻击次数从五次增加至六次，然后命中的敌人数量从五名降低到四名，被动效果的重新出现，冷却时间从九秒降低到五点五秒，那也就是说你这个时间呢、啊，这三十秒。 它有三十秒内，你可以你可以用差不多四次、五次，对，因为五次是二十七点五秒，然后主动效果的重新激活，它不需要冷却的重新激活，这个已经已经从三次。 降低到两次，也就是你只能重新激活两次，这被动效果，可以激活两次，激活两次。那相应的你降低两次，它这攻击量就少。 然后你在发动两次之后，就会进入到两点五秒的冷却时间。然后在这个主动效果激活期间，它修复了有的时候重新激活冷却时间会无视次数，无无视次数不会。 生效的错误，最后我看七二十三这个，它这个，它只是显示这个，所以它就是啊，在这儿找到，这是它这个天地人幻影的一个技能，它这个被动的。 伤害从一千两百六十五增加至一千三百七十五，次数没有变，然后重新激活冷却时间从五点五秒变成五秒，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激活六次，三十秒内激活六次，然后主动效果是三十秒，三十秒内激活。 两次，然后结束之后会有两秒的冷却时间，总冷却时间是一百秒。对，所以它就是这样子。 但这个，它对于这天地人那些技能的话，可能影响不大，因为有些技能还是需要先集满那个卷轴倒立啊，还有另外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值，你要先挤满，你才能够使用，因为你要挤满的话，还需要一定时间的，这时间可能已经超过了冷却时间了。 那这就是这一次一共四次他们这个技能的调整的整个历史，但是呢，一切只是从七月二十三日正式开始，所以所以一切还是以政府为准，这是。 四转啊、呃、不，这、就是五转第四个技能的正式开始，但是他经历了四次的调整，所以呢，如果你要讲这个记改历史的话，前面这些可以作为参考，但是一切从今天开始。 所以这个先看到这里了，好。 Lahar.